一下车心情不错，参访北京中关村青创基地，祝捷遇见台湾青年，人气高。祝捷加油！给青年的勉励，也是为自己打气。红席会就要登场，国共各七人方桌面对面排排坐。祝捷前方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民党两位副主席胡志强、詹启贤左右压阵。陆方也派出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共中央高层人士高规格会谈。祝捷会需要带我们习主席谈论到和平协议吗？哎呦，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民党啊政治纲领的规范。是不会把这个朝野政党斗争的议题呢带到两岸关系里面来，不会把我们党内权力竞逐的话题呢延伸到两岸关系来。国民党定调红席会将深化九二共识，一中怎么表不重要，能为五二零后的两岸冰关系送上暖流才是洪秀柱最大的目的。讲什么伟大的政治语言，提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论述啊，重要是要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推进两岸的关系，重申两岸和平。红席会虽然走务实路线，互相不送礼，但国民党还是准备了习近平当年担任福建省长时喝过赞不绝口的马祖唇膏，以及来自东引的东涌唇膏，要在洪秀柱跟大陆政协主席余振声的晚宴上饮用，期盼宾主尽欢，红席会圆满成功。记者纪冠宏、林宇桥，北京参谋报道。